目前在今年这个新学期，8月1号新学期开始啊，各大专院校已经在劳动部的要求之下，要对于所谓的学生兼任助理，那要应该要肯认他是劳工的身份，依法进行劳健保还有劳工退休金的提拨。然而呢，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各个大学的校长，特别是国立大学校长，还有教育部的官员，不断地进行抱怨跟阻挠，甚至使出了许多我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要来逃避他们应该要有的法律保障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为了要避免对于这个纳保的相关的人事成本，不要对于这个工作机会造成不必要的冲击，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要扩编它的高等教育预算，来承担这个本来就应该要承担的人事成本。另外一方面是，如果没有纳入劳保，换句话讲，他在兼任助理这段时间的工作的年资不会计入他未来退休，不论是劳保年金或者劳工退休金的这个数额里面来计算。所以，然后再加上健保的部分，对于学生兼任助理，他多半的健保的投保，在过去作为学生阶段是跟家人作为被抚养者投保。换句话讲，他的投保的采取的保费是依据家人的所得来计算，比如爸爸所得或妈妈所得。他今天现在自己有工作了，按照全民健康保险法，他应该是按照他现在自己的工作来作为投保的这个薪资的计算。所以，因为他现在自己工作在校内打工，他的薪资一定相对的低，相对于一个全职的工作者，他的保费应该会相对低。所以我们工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第二页这个表格。假如一名学生兼任助理在学校内攻读，他的月薪未达11000块钱，然后如果依法由学校来为他投保劳健保，他们劳资之间的负担经费是多少，以及这位助理他的收益会有多少？我们会看到，官方不断说明说纳保对劳工不利，但显然不是这样。劳方要负担的保费呢，包括劳保费跟全民健康保险费用，只要517块钱。一个月，资方的负担就是学校的负担，的确相对多一点，要2398块钱。但是这样子能够让劳方获得的收益，除了刚刚讲的各种职灾安全的给付，我们现在只计算退休的给付，加上健保费，它能够节省的费用，一个月就超过了11000块钱。有没有投保差非常的多，这个。在当前青年他们面对未来就业不稳定、贫穷化的状况，更是一个重要的福利。目前的状况，科技部他已经允诺了，对于研究计划的这个助理，老师们的这个可以从业务费里面来支应研究助理的劳健保费用。如果不足够，科技部也允诺老师可以申请追加。换句话讲，科技部扩大了他的预算来承担这笔应该承担的人事成本，但教育部对于校园中另外一中大中的助理的经费，也就是所谓的助学金助理或者教学助理，教育部不愿意扩充他的高教经费，导致我们看到目前各个学校出现很多为了要节省成本的各种乱象。例如，在昨天台师大召开一个座谈会，声称他们要推动所谓的师徒制，然后他们声称在师徒制下，这一个帮忙做事的学生呢，就不再是劳工，而是徒弟，所以就不用有任何劳动保障。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词语的时候，我以为那是什么武侠小说，或者是像什么奇幻文学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这边我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我们校方宣称说，他就引用说，所以欧美先进国家大部分都把研究生视为是受训者 trainees， 所以学校来推这一套，也是把研究生当成受训者，然后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来努力维持师生关系，
避免师生关系变成是雇佣关系。所以这个地方他施行这一套新的制度的目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要让在大学里面的劳动的这样一个状况跳脱出所谓的雇佣关系。那刚刚我们的主任我已经有讲过，你即使到麦当劳到星巴克去作为一个受训者，还不是正式的职员哦，你早就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劳动的一个场域一个关系，你就有资格有权利去享受你应该有的这些保障。师徒制就是一种所谓的学习奖励方案，那我们就要学校同时了解有说明说老师他是站在一个指导者，要指导这个所谓的其实就是助理嘛，然后他现在是用所谓的学生这样一个名义，说老师的职责是要指导学生去班级经营，带动讨论，单元试教，然后什么云端讨论一大堆的，你这些东西要做的这些项目仔细去看，我们其实一个很大的疑问说这些跟之前的那些助教助理有什么不一样吗？底下我还想再讲几点，我想台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其实不是一个个案，如果大家仔细去了解一下会发现到说台大政大各个学校目前都有类似甚至是更严苛的更荒谬的一些应应的一些措施，懂得非常非常多了。我想这些乱象我们要充分了解到说始作俑者事实上是教育部，教育部他公布的那个施行细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让各校可以为所欲为任意解释这些法律这些条文，而忽略掉说应该要去保障该给这些助理们应有的这些权利。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是说一旦确认劳雇关系师生关系就不保，甚至有些学校讲得很夸张说就会崩溃，然后那个造成的冲击就会像是彗星撞地球。师生关系基本上如果要稳固而且要真实，不是口说无凭的那种非常虚假的这种道德的这种谎言所编织出来的师生关系的话，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权利义务关系都非常清楚非常对等的情况当中。1992年日本文部省，就是我们的教育部，1992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国立大学 TA 雇用管理的命令，结束了日本长久的争议。1992年，22年前，日本文部省正式全面的承认国立大学学生助理就是劳工。德国早在1970年代就全面性的承认学生兼任助理当然是劳工。如果以我们国人最常听到的海德堡大学为例，海德堡大学的巴登福腾堡邦那一邦的团体协约就规定大学兼任助理每小时至少8.19欧元。但是现在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学校内跟学生的所有关系全部变成劳动，而是是劳动的就是劳动。所以目前各大学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劳动型的因为被纳入劳动保护被认为是劳工，增加了当然看到了一些成本，于是赶快套用叫学习型。基本上各大学许多大学在这一点上非常令人遗憾，误用了学习之名，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是假学习真劳动。说其实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他用学习型什么，我觉得后面其实最大一个问题是整个教育的治理的机器出了问题啊。你不承认这个雇佣关系的同时，我们的高教却不断的商品化。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跟学生其实在教育过程里面，他学习本身也担负起在这个知识商品过程里面的一些权利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高教要做的，我们高教工会要做，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高教的这种学习的这种一种知识的传授跟接受者在这样的一个高教产业里面呢，能够在这个所谓权利跟义务关系上更明确而已。所以基本上。